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馆长。咱们今天直播间被关一天小黑屋啊，要后天才能给大家直播了。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可能是咱们今天人太多了吧。咱们之前几百号人看直播没啥事儿的，啊，可能是人太多了，咱们要稍微整改一下直播的内容了。不要整得那么吓人了，可能是太吓人了，把大家吓到了啊。然后咱们一天后见啊，一天后见。馆长马上20万粉丝了啊，又要露脸直播了，很烦呀。大家别点关注啊，铁子们啊，咱们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咱们后天不见不散。